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品牌出海，大家开始重视 KOL 营销，甚至许多已经很有实力的大牌公司也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但只有当营销者与合适的 KOL 结盟，决定如何最好的合作时，才是真正的互利共赢。于是在这过程中则出现了众多让营销这和 KOL 结盟的工具平台，至其中大家较为熟悉的则是卖给了 YouTube 的 Formavit， 它主要负责帮网红们找到合适的品牌赞助和广告推广，让商家获得与 YouTube 上网红合作的机会，让他们在网红发布的视频中推广。看似很人性，但是 Formavit 则需要分别从交易双方收取 10% 的费用，再加之该平台背后是 YouTube，所以该平台只做 YouTube 网红。但是对于广大出海客户来说，看似友好却不尽然，原因只能做 YouTube 平台的网红营销，单一化 10% 的双向手续费过于高昂，性价比低，不提供数据追踪与网红数据查看，风险性高。然而 SocialBook 则是克服了目前市面现有的平台工具的技术瓶颈与产品 bug， 你可以在上面找油管网红，也可以找 ins 网红，双平台旗下效果加倍，并且零抽成制，让你真正实现一个优势的网红营销制，做到了真正让你了解网红，对接网红，投放网红，追踪效果，青蛙级的网红投放流程，让你再也不用着急找不着网红，投错网红等令人心塞的 bug， 超强查找网红，按照标签与要求自行定位网红，让你再也不用陷入茫茫检索大海不可自拔，查看数据辨别真假网红，同时也让你一键全面知晓该网红频道账号数据表现，全网维度最深最广制，让你知己知彼，方能制胜网红营销市场。